特别选举了，警方嘛加强扫黑，警方伫彰化一间工寮发现有真侪枪支，阁有枪支，嘛抓到一个涉恐的嫌犯哦，有机械的背景，透过网络家己而改枪。另外，警方嘛抓到来敌人帮的成员，因伫彰化社处开车四界去卖毒。警方到彰化县福兴乡一搭废弃车辆回收场所在，随伫咧工寮内底发现着姓柯的嫌犯，伊无反抗，直接就被人逮捕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姓柯的嫌犯捌做过修理汽车、毛机械相关的背景，透过网络家己学改造枪。警方毛伫一台废弃的车辆内底查到火力真大的一支改造冲锋枪、甲一支手枪，也佮有真百粒枪支，其中包括12粒的开火弹母弹。另外嘛，抄到海洛因、甲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。现场查获仿科特冲锋枪一支，仿杰里科索枪一支，子弹85颗，弹母弹12颗，电动砂轮机等改造工具一批，第一二级毒品等及吸食器等证物。全案讯后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因那台中市兴大茂抓到毒品集团，特勤中队全副武装，趁半暝攻入去彰化县埔心乡一带透天厝，经过搜查抓到真侪嫌犯，毛超出卖毒品的钱，也佮有其他面卡西洞等等的毒品。警方表示，这个毒品集团拢是敌联帮洪仁辉成员，主嫌是姓柯的十波人。因平常时啊，拢用汽车做交通工具去卖毒品，再佮交易所得交转去偷天厝。一间警方是做一下抓到姓柯的主嫌在内的六个嫌犯。本局将许姓成员等六名竹联帮成员，逮捕到案，并查扣贩毒赃款72万余元，以及贩毒用之小客车4部。警方分别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。警方也继续来清查毒品含枪弹的来源甲流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